是一本正经的 Honey， 这里是呆萌的呆萌，我们来外拍啦。然后今天是某萌萌的生日，对，然后我们也安排了就是一个在这里啊 William Production 的外拍，然后这是五星级的酒店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拍我们的结婚版本，待会给你们看看这里美丽的景色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的版本等一下揭晓，拜拜。Oh, always, every time we see a new one, hey, have you ever seen this one? I'm on the phone. 自拍. Yes, there was a fucking eagle double. 现在去着我们的房间啦。对。终于拿到锁匙了， Let's go, 出发啦。我想带你兜风，在每个夏天，我想带你兜风，温暖的画面，让我带你兜风，整个身体的放松，把所有烦恼清空。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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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带你兜风，别躲在房间，我想带你兜风，你坐我旁边，让我带你兜风，整个身体的放松，把所有烦恼清空。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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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 baby, 这么好的天气，我想要带你到外太空。在 Every Lawn， 对，然后这里是喝酒的地方，然后因为我有生日呢，所以他就送了两杯 Mocktail 给我们。Yep， 对，呀 ，Cheers！ 你们来这边一定要来 ，Cheers！Cheers！ 然后我们带你们看一下风景，来，你那边一下，呜呼！然后这里是它的特色，对。销声一变了，哈哈。然后我们来到了晚餐啦，其实我们就还有其他小伙伴。Yeah. Hello， 这是我们的 photographer Aries，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两个小帅哥，一美女，哒。对对对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要开动啦。早安，到了一个早晨。对，我们现在去吃早餐啊。对对对，搞错了，我们看一下阳光，看早晨的阳光，耶、yeah. ，Super bright， 啊，是晨光，现在大概是八点早上，没有错。Yeah. 然后我们现在去吃早餐，耶、yeah, ，Let's go。看啦，我拿完我们要吃东西了，来看一下。我的是非常的马来风，马来风，然后还有蛋蛋跟那个马来西亚奶这些，开餐喽，走。拍旅行庆祝就这样子结束啦，耶、yeah, 回家睡觉。那喜欢我们影片的人就可以点赞关注分享，还有点击小铃铛哦。对，然后跟最后跟我们的小帮手拜拜。